转播一下，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怎么死的啊！看看这哥们怎么死的，黑我是吧？你妈一本调，哎，你还得乖乖的给我过来，你就跟我一本调，哎，你就给我调，你就给我调，我来看看啊。哎，那小逼跑哪去了？阿海呢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啊。海逼，海逼，看一下阿海。哎呦，我妈的，好。关下关下吗？那你不触发的话，拉出来他不也可以当我算法续名用吗？傻逼的声音听了这么恶心。你就给我掉，哎，关照你就给我掉。下一本书上上奔雷奔雷咒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看啊，看怎么掉了，兄弟们。四那个有花四那个技能，其实那里话也能。能看到不？能看到界面不？三个力劈你站得住吗？兄弟们能看到不？能看清楚不？哎，看得清楚不？我刚才那个截图可以不？三个力劈过来可以吧？好，那就这样看啊。两刀你就没了。咱们就看那个关照嘛，九技能的。你站得住吗？来，你就给我掉，你就给我掉，来打输啊！嗨，你个傻逼，快点！这还不算暴击，万一再暴击呢？他妈一刀就没了。暴击哦，妈都是掉的，还暴击？打什么不掉啊？嗯，从大法铺啊。暴个击哦，暴什么都掉，大本掉。应该从大法铺啊。包掉，你们信不？这本书包掉。听他俩在那逼逼叨叨的，还挡挡个胶人，你挡什么？包死！先来本这个大水，找本大水。大水，大水应该不能掉。哎呦，还大水不能掉？你想多了。还大水不能掉？他妈水淹金山，你不知道吗？淹死你！把你关照全给淹掉，大一本掉一本。老姚这个逼啊，是真的坏。他现在肯定在诅咒我们一本掉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老姚这个逼太会了。我不诅咒你一本掉，我诅咒你八本掉。坑死你！我让你掉很多书，哎，你先把什么高魔星、法年、法报全给我打上，然后掉。坑死你！贼老头贼坏，坑死你！不掉你找我算账。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他这个九技能要是成了啊，我给你们发红包。哦，不对，我不能给你们发红包，我不傻逼吗？来，让我们诅咒一下啊！掉，你就给我掉。往后推，哎，你就给我推，水面金山，水漫金山，哎，你就给我推，哎，推往后推，哎，漂亮，推，哎，推，哎，没有了，哎，哦，可以，舒服，你给我推，还他妈水漫金山，他妈水漫观照吧，水漫金山。你就给我掉，哎，一本掉，妈不应该一本掉的，兄弟们，应该把法报啊、法联啊、高魔星啊这些值钱的书全打上去再掉。妈亏了，兄弟们，他这没花钱，是真的，我刚才就不应该告诉他。你说他就这些水漫金山两百来万，他妈亏死，真的，应该先让他打个七红八红再掉。太难打了。他用他大法，我昨天我看了大法的话，他都是法胶了。你分析个胶，你分析来分析去，不都掉了吗？还有一只兄弟们，我看到了，还有一只，咱们再看一下。我估计还有一只九技能的，接着合去吧。还开投票？没啦，就这么一只吗？哎呦！